大家好，我是老田。今天跟田叔两个人去之前看到那个猕猴桃园去摘猕猴桃，那个小紫的那个猕猴桃。啊，有的朋友需要嘛，我就去摘一点发给他。这就是我们前几天摘的那个，放在这里屋子。今天早上摸了有几个熟了的，都吃掉了。我上回摘的，这个有点软了。这个也有点软，一定要熟透了才好熟。对，这个有点软了，再放几天，再捂几天。猕猴桃，你们收到以后啊，就用那个装在那个袋子里面，就那个塑料袋里面，密封的塑料袋里面，捂几天。可以放个苹果或者，那个更好啊，也可以放个香蕉，放个苹果。是啊，应该更容易催熟一点。总之就是猕猴桃要催熟的，熟透了才好吃。对，不熟透吃起来有点涩，有点酸啊。我就在那里等了。到喜欢山了。上这里上去啊。然后又忘记了。给他上了。啊，第二就是，那就是主场了。啊，就是人家会看，就站起来了。站起来了。跟他选择了哪个项目噻？就大力球。那你有没有骨头酸啊？骨头。这是我舅。啊，这个就是红太狼。这就是我们上次来看的这个拇指大小的，小个小个的。不过这种没有毛毛还好。就是我抓了，那么多啊？那你看我舅，慢了点，慢下来啊。往这里面是闷热水。你接一下，没捏到，好，这个，抱上来啊，我舅都不得跑哪去了，不到，哎。我还穿个短裤，这放在这里面好了。你家坏了，我提着上次。你扛那个啊。够了啊。又是他。中午了，十一点多了，快走，快。这比摘桃子、摘李子还要累。这个电话带了没有？我打一下试一下，这只怎么来了辆救护车了？我去那边砍一下它。我舅还没上来呢，我去那边喊一下他。舅舅，舅舅，我舅都跑哪里去了？舅舅，咦，我听到这下面有人说话。哎，我也听到声音了，来了。这正中午的，没晒的。我一上来，真的看到个救护车这里，我吓一跳，完了。跳一下。吃亏吧，啊！吃亏了啊！来，阴凉上面，你把你那个手机扒了，怎么又舒服一点？啊！凉快一点。是吧？那是，怪舒服。师傅，要不是今天天气亏，
下一块啊。嗯嗯。收工了，我们。是个好同志，是个好同志。十一点半了，回去了，太热，摘了50斤。再夸一下他，不好意思。是吧？确实亏，确实能吃亏啊！你看人家摘桃子、摘梨子、摘这个猕猴桃，都压压山上压我窝口了。愿转来转去的，转得很快的，比我转得还快。是啊，我们现在回去发货了啊。